原始的关系。可不可以我们一起不说关心，拍一张合影用满天星纯洁的雪做背景，可不可以相信逃避只是原因，记得我的问题，我们一起过的秘密。我知道我为什么开始变得不稳定了，两个时空无限接近，两个我是无法共存的，如果我留下来，那两个时空的郑大姐就都有可能消失。你跟李子说了吗？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。如果我们回去了，那慧姨和子熙就再也等不回他们家的母子里了。那也许李子想和你一起回去呢。木叔刚走，慧姨是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他怎么可能走呀？大姐，你也别太悲观，万一还有办法呢？这次回不去，也许下次他就有机会回到你们的时空呢。可谁知道下次会是什么时候，错过也许要等十几年一辈子也说不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让我一个人再想想吧。子熙，下楼吃饭吧。妈，吃饭了啊。哎呦，别找了，你那顶旧的呀，让我给扔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买的新的，比你那个好多了。哎呀，你过来试一试嘛。快过来，我给你戴上。还不错吧？你还喜欢啥样子的？长的还是短的？你要是觉得这个不好，我再给你买去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。
终会消失，还坚持愚蠢的固执。我想和你一起回去呢。哎，你要出门啊？啊，准备带我妈去趟医院。我姨的情况又加重了。只提到我爸，然后就开始自言自语了。咋了？你找我啥事儿？没啥，我就是想来看看慧姨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有我和我弟呢。我们都去，反而我妈更紧张。先回家等我吧，我一回来就去找你，啊。好。妈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你不走了吗？回来的正好。闺女，快给老爸参谋一下选哪件儿。再选香饽饽了，闺女，你觉得老爸穿哪件在海边漫步提气儿？啥也不穿最提气儿。还说我？你看看你这一箱子花里胡哨的，大窗帘子、大桌布，就差把他们衣柜搬里头了。再说一个字，立马退票。哎，你们两个谁跟我解释解释到底要干嘛去？就这两件。你妈单位搞福利，组织老员工去三亚旅游，你去也行，老人局。妈，你真肯带我爸去啊？这不是人家好不容易搞次福利吗？人家都成双成对的，我一人算咋回事啊？带他去装装门面呗。装门面？行了行了，我看你俩也不是真心想带我，我就不当那电灯泡了。帽子装呀？装啥？装不下，一人一个帽子嘛。戴上我看。咋样？你俩哪天走啊？过两天飞机。飞机。好。张什么？姑娘，想要啥跟爸说，拉个单子也行。一人瞎鼓捣啥呢？一起涂个指甲油不？咋回事啊？这两天情绪很低落，是不是因为我跟你爸打成一片了，闪了一下呢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到底啥事儿啊？整个人都完全不好了，过来跟我唠唠。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我失踪了，就彻底消失了，你会来找我吗？找？咋不找呢？我跟你爸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呢？
你离家出走那几天，你妈都要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是丢了呀，我啥也干不了了，我就卷着行李卷天南地北找你去。那你要是就是找不着我呢？你会找我一辈子吗？当然了，我这辈子。咱回家吧。妈，我们看完医生，马上就回家。喉部检查结果倒是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他这种情况啊，是会在一些刚失去重要亲属或者遭受极大打击的人身上出现的。大夫，那咱们有什么治疗的办法？静养吧，观察一段时间。如果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依然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就是病理性的了，要考虑看神经科。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家人的陪伴，让他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这种积极的阳光的一面，帮他从痛苦当中走出来。妈，燕窝给你弄好了，我放这儿了啊。吃啥呀？我给你做。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那行，等你饿了跟我说啊。失败了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。我吃两口吧。你尝尝。喂。回来了，在你家门口。你在家吗？哦，我在家，我现在马上出来。李子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吧去。
检查的咋样啊？没啥事。累了吧？累了就在家休息。在家就见不到你了。白天找我啥事儿？真没想到我能过两次29岁生日。还记得上一次给你过生日，我还打了关喆。当时你还追着我跑出来了。啊，然后。开心的。嗯。那你，你先说。当时你说回白河之后有话要跟我说，你要说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一起过得。算了算了，凑合凑合得了。大姐，我是认真的。
这次让你的29岁一定圆满。就是这些所有的调料在调制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顺序上千万不能出错，一旦要是出错了，它出来的味道就不好了。我走了以后就全靠你了啊。嗯，行，我再给你说说那些菜。哎，老板买单。哦，36。哎，老爷，你咋来这么早？咱不晚上才吃饭吗？啊，来帮个忙呗。哎，李子没在啊？他陪会议呢。他怎么打算的？还没跟他说呢。我想等咱们今晚吃完饭之后，我再告诉他。那李子要是真的打算留下来，多了，哎，大钱，先给你俩甭管了啊，你俩坐着，剩下的事儿全是我的。坐，行。大钱，这下午都我来给包。对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别着急，来晚了。你妈和子熙呢？我妈吃完药已经睡了，子熙啊在家复习，正好守着她。来喽！来喽！来喽！吃饭喽！最后一道菜啊，行。齐活。辛苦了啊！哎，哪里？吃饭喽！哎，老张，嗯，我提一杯呗，提啊，嗯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人嘴笨，这一到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说什么。这要是老木在啊。
他要在啊，一会儿鹰击长空，一会儿白鸽争流，整得云山雾罩的，好像咱们谁还听似的。要是我爸在的话，咱们估计得饿半个小时才能吃饭。嗯。啊，好，那我呢，就长话短说啊。你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，我这次回来呢，把该见的人也都见了，把该办的事儿呢，也都办完了。我也该走了。这个日子啊，只有踏踏实实的过，才能安安心心的回家。我祝所有人知足常乐，干杯。这大家干嘛弄得那么沉重啊？我这一走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该回来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回来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来，来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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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杨老三，哎，咱岁数都不小了，一个人在外，保重。好嘞，哥哥。来，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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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李子，那我们就撤了啊！这孩儿明儿得上学了，还好。哎呀，来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。拜拜拜拜，姑娘再见。啊，下回吧啊，啊啊。这给严叔送个别，整的还挺伤感。严叔手艺那么好，走到哪儿都没问题的。老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啊。知道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你别老整这么悲观，那未来啥样谁知道呢？是不是？搞不好等咱七老八十了，没准能在空间站见面。也对，未来谁知道呢？久别后也一定会重逢的。赶紧回去吧。啊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那天在铁原站，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他还告诉了我一件事儿。那场车祸，另一个你还在那边死了。所以我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一起回去，这个时空的木子里就彻底消失了。Thank you.
赶紧回去吧。想出去工作的话，那就去吧。下边还有我呢，我认真的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他跟我说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应该互相支持。安安心心考试，这个家交给我。另一个你，他在那边死了。如果我们一起回去，这个时空的屋子里就彻底消失了。妈，要不我陪你一块去照相馆吧？我还能帮你洗点照片。你别添乱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。李子，你不用这么天天陪着妈妈，你去帮帮大千他们啊。啊，快去呀！啊，好，那我去店里了。你咋包这么多饺子呢？吃呗。你爸跟我不在家，我姑娘饿了咋办呢？这不方便又省事儿的，差不多了，冰箱里还冻了一些。你让我天天在家吃饺子，那不得吃腻了？爱吃不吃。你包这饺子咋都胖嘟嘟？跟你长得一样呗。
那不吉元宝吗？你没听人家说吗？上车饺子，下车面，出门吃口饺子，那肚子里揣的全是吉元宝，你走哪儿底气多足啊？完了还说，说出门就等于吃着饺子把钱能带回来，把钱带回家来。那面呢？这都不知道啊？那面条那不稀溜的吗？一家人长长久久的。永不分离。永不分离。咋的这是？没事，面粉迷我眼睛。傻丫头，我跟你爸又不是搬海南去了，那不几天就回来了吗？再说你不还在家呢吗？到时候回来你去接我们去。咋的这是啊？你妈都多伤感了？咋的了？啊？没事没事，哎呀，真没事。咋的了？没事哎呀。二大妈。啊？我突然想起个事儿，咱走那天是闺女生日。知道。那个。钱儿啊，这个那个单位规定好的日子集体出发，那票也改不了啊。那咋地也得给我闺女订个蛋糕啊。订个三层的，三层大蛋糕，你跟朋友一起过好不？回来我们给你买大大的生日礼物。没事，不重要。咋不重要呢？二十大九了。马上就要开始新的一轮了，我姑娘马上就要脾气再来了啊！妈妈，我能见到你们已经脾气再来了。李老师，啊，请进。啊，这是我的请假条。请假去这么久啊？是。你可千万别把文化课来。不要以为艺考了，其他所有一切都不重要。万一艺考要不行，那不还得考文化课吗？是。老师，相信你。去天考试别紧张。好好发挥。嗯，谢谢苗老师，谢谢。君泽，我走了以后，一定要把你妈照顾好，把自己的工作呢也做好，在单位跟同事啊，跟领导啊，把这个关系啊得好好的相处。嗯，我知道。大钱的店啊，我这一走还有点不放心。你有空的话多过去瞅瞅，他们几个人都挺好的，将来。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，还能相互的帮衬着。啊，放心。这个你拿着。我不要。拿着。
去铁原站的乘客可以进站了。老师见了，我上车了，回去吧。哎，那个，这些东西带在路上吃。过来看看。岁月总是不知不觉，有别有醉有悔，时间不会为谁而停歇，有模有样的飞，却没对你有过理解，有错有对有亏，渐渐面对成长的滋味。这一刻，这一刻，这一刻。
总有一天会重逢，就算回忆消失也不会难过，我们终将成